家好，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，我是宇超。周三美股高开高走，延续了昨天的上扬趋势。那么隔夜中国发布了异常强劲的进出口贸易数据，出口数据扭转9个月以来的持续下跌，进口是下滑继续收窄，提振了欧亚股市的齐齐上扬。那么虽然美国3月零售数据表现出疲软之态，那么零售数据下滑0.3%，远不及市场预期的增长0.1%，而且3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也是有所走弱。那么但是盘前摩根大通交易代码 GPM 的业绩喜人，推动了美股三大指数大幅的高开。那么标普500指数冲上了2070点，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在苹果和亚马逊的带领下领涨三大指数，涨幅超过1%。那么随后公布的 EIA 原油库存数据上扬，和五大银行未能通过美联储压力测试等消息，都未能将大盘打压。那么三大指数是于午盘持续上扬，而后进入震荡盘整的阶段。那么大宗商品方面，油价是由于昨天的 API 原油库存数据上涨而出现了回落，但是在 EIA 原油库存报告中，汽油的储量大幅的下滑是令油价再度的急升。 WTI 重返每桶42美元，金价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，目前已经跌至了每盎司1250美元的下方。那美元指数则是大幅的上扬，现已站稳了94.5点。受到中国强劲出口数据的影响，中国领先的自营电子商务公司京东集团在今天股价是大涨5%，创下3个月以来的新高。京东目前是中国 B2C 市场最大的3C 网购专业平台，主要是涉及家电和日用百货。彭博数据显示，中国的3月出口同比大增11.5%，结束了连续8个月的跌势，那表明了中国经济正在回暖。那另一方面，评级机构的 Three Rating 仍对京东持卖出的评级，认为京东的未来发展缺乏稳定增长动力，而公司过去的业绩也不及预期，那么公司的股价是上升空间仍然是有限。但是在受到中国外贸小阳春大环境的影响，京东股价今天也上涨5%，报于29.5美元。那么著名的可穿戴运动品牌 Fitbit 交易代码 FIT 新设备的 Alta 和 Blaze 的销售业绩表现强劲。基于公司优异的表现， Citigroup、Pacific Crest 和 Morgan Stanley 等是著名的评级机构都分析师纷纷上调了对 Fitbit 的营收的预期。那么 Citigroup 分析师预期 Fitbit 在2016年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扩张，相比于公司未来的前景，公司目前的股价是有大幅的上升的空间。美国医药公司 Jazz Pharmaceutical 交易代码 JAZZ 今天开盘走高，涨幅是最高至9%，后稍稍有所回落，但是仍稳稳地站在200天均线上。Cohen 分析师 King Cosney 今天发表了言论，指出 Parnabrapsy 的公司此前向美国专利上诉委员会对于 JZZ 公司的药物 XYRAM 专利的挑战没有成功，所以 Keston 建议投资者应该大幅的买入 JZZ 的股票。 JZZ 有非常好的评级，目标价在190美元左右，截至目前 JZZ 上涨4.74%，报于146.29美元。好了，这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收盘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会。